杨老师你好，我来自湖南长沙，我打了5年球了，我的问题是正手发力不协调，发力不集中，希望您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谢谢。好的，你的问题我来帮你解决。你好，你好，杨老师你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俩练一下。对。对，你需要多练几个才能展出你的感觉来。对，好球，好，放松啊。先一个小问题啊，你得养成习惯，还是得把落点，平时你就要把落点养成。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啊，我觉着你首先还得是第一就是判断球，判断球一定要在你自己右眼的右前方最合力，对，再稍微往前一点儿，对对，就在你拍头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最好的。但是刚才有几个一到这儿的时候，这个，所以你看你就架肩了。架肩的原因是因为不是你这儿的问题，是你脚底下没让开位。对，所以一会儿你打球的时候，你第一件事先要把这个位合理，合理就是你最舒服的右眼的右前方，你自己找到这个位置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你要记住要放松，只有放松才有加速，一加力就不行了。所以一会儿你打球的时候啊，你就想着先找着点放松，然后再突然加速，再来啊。对，对，因为咱俩是对打，所以有些时候球不会很准，所以你老得加强判断球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如果你没来得及也可以过渡一下，但是呢一定记住是拿脚过渡，把这个动作，把你这个肩，哎，想着点，落点，落点，你看又跑这儿来了，你看再往这儿啊，先养成比赛的，对对，先养成落点习惯，然后瞄住球，对，没瞄住球你就先别发力，你可以找到舒服了，你自己觉得哎哪个点是我最喜欢和最用得上劲儿的，你再开始发力。落点啊，对对，甩胳膊，甩胳膊是为了让你放松，瞄住球的时候啊，你重心现在还能再低一点，对，再低一点，你看我整个人是圆的才能绷住球，现在还有一点显着散，再紧一点，对，瞄住球，对对，在身前，对，这好一点，必须有抛物线的感觉，有弧线的感觉，对对，只不过是这个小，但是不是鸡，对对对，弧线在身前，早一点，对，点还能早一点啊，这落点不好啊，到比赛你就容易吃亏，一打起来你的点可又跑到后头，就是不是在身前的啊，对，用腰，用腰，用腰，你看你的点现在你没合上力，你自己也能感觉到，就是你没拉得特别理想啊，那你再把这个点再扫一点，你现在那个点没找到，对，这好，这三个好，对，你找找，对，看
这个最明显吧。如果要是让开位，你的脚的力量就能帮你。对，在身前。好球，这球最好，但是落点落点好。对，没关系，重心。对，你找这个点啊，点早一点，放松加速，体会放松加速。对，放松加速，这好一点，重心再下来。对，不准直，你还能重心低。对，这是你的最舒服的点。对，你看，这就是你打完球的重心，应该呢打完了是又马上回来的，所以你在这儿一停一下就卸了，回到一的感觉。对，加速，用腰。对，这好。对，加速回来，不好，别光用胳膊，腰好，别直，早一点点，好，好，这好一点，点再早一点，走，刚才那好，上一个好，对，你就瞄住，对，别直腰，对，别直腰，重心下来，重心。一个重心下来，一个点在身前，然后突然加速。对，用腰，好，好，对，好一点啊，重心，重心点加速，不好，就是胳膊了。对，对，加速，差一点儿，别直腰啊，别直腰，重心一定得下来，走，点在身前。这个球友呢，我觉着还是加强判断球，首先你先判断好球，然后在拉球的时候，你的重心要低下来，接触球呢点早一点，这样呢质量会高一点。最后呢，回来的时候呢，你再注意落点，一定要打开。这好，这不好，直了。对，在身前加速，点晚了，早，这最好，能感觉到是吧？对，所以你感觉到了，就是在身前，还晚了。走，不好不好，再甩甩啊，再放松，再有几个，你再加速，这好是吧？这也好，对，所以点重心你一定记住，加油，好，体力有点差了，加油加油，好好，对。Thank you.